要再冲一下吗？要。你上次播有多播？十分钟。什么意思？你上次播很久。嗯。播十分钟。十分钟。好吧。QK 思源喊白 Hiko 换蓝小易 Linux Hello。最素的我，但我还是有话一点点。是吧？是这个时间吧？嗯。这就是把你的左手跟右手变蓝，然后再加原本的左手，双手四手连弹最开的。神拳雷库啊 ！Hello， 好了，我看到高音绝了，我看到张花法了。亚麻鲁普，你看熊妹会按，你好聪明哦。什么？反正输给谁？就这样跟你讲，那我讲他才听得懂。对，什么要你讲他才会听啊？哎，哇！好了，我已经跟法爵联播了。那你的任务已了。对，我的任务已经结束了。好了，希尔本，因为我今天跟粉丝说，我六点要组织，你已经然后他们就说今天有法决，所以我就说我等了，就是用等了两分钟好了。等你们两分钟，就我刚看超播，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你可以去组合分，对，你可以去吃你的快乐晚餐了。晚上可以吃鸡胶。哦，赞呢！好了，谢谢大家。好了，小妹要跟法爵说拜拜了，拜拜，拜拜，再见，拜拜，奶奶远方。拜拜，我来应援你们，拜拜，拜拜，拜拜，拜超久，很奇妙的，一分钟点播，戏份大于法决，没有错，你要多久？下午玉超香港脚，我在充电，对，张合法再充一下，不然那只手机它可能播一播就。直接不见了。麒麟、书名、Epic、南之梦、哭哭猫、不入流、高塔瓦哥、Wilson、罗纳武、就只听声音的气，有点要宿醉。对，勇哥、阿 T Y、景庸、庆、阿宝弟和小红、是云飞、叶问、出云、功夫。公子加红黄雨跟润小白兔，我可以看看你们同时关播。麦开了，应该是不会到那么晚了。Hello， 谢谢亚麻鲁普的船长。哎，他13%而已，他超慢的。照理说应该要30%啦。小妹今天 rap， 他 rap 什么？飘向秋名山，然后就撞向山壁了。卡鲁 ，Hello， 小白兔 ，Hello， 右风 ，Hello， 明天上晚安的班带季风亮人品，真假的？我有吹风机耶！哎，什么意思？用吹风机吹肚子？会是这样吗？好凉快啊！为什么会有用啊？我今天只有上体妆，我最近都只有上体妆，越来越懒。哇塞！
River Hello。哦，好凉快哦！茶叶，没有打嗝嘞。为什么？很想打，但是没有。为什么？打嗝呢？打嗝了，要用热。谢谢游戏 Hero 的船长米米 Hello， 天天梦通某内内 Waker Hello， 全世界都要充电，不行，对啊，东西都要充电，好可怕。因为结果我没有拔智齿，是星期六才要拔，昨天只是去看诊看一下，傻眼。可是还好，因为我今天口说期末考。他们就还好没有拔，拔讲会变智障。哼，哎，我也没考到啊，傻眼！我要等到7月1号才会考。现实人的爱的玫瑰，热敷也可以，但是很热，现在。我很热，你还要热敷、哦？现在已经在保温箱，我用手在热敷、哦，好烂哦。耳蓝1.25元，小一五大个一只米 ，Hello。傻眼。Hello， 可爱。谢勇哥的告白气球，空棒哇！真假的？错喽！真的吗？我打算只有几个礼拜都连播哎、欸。太早开了，不行啊！哼！哦对，我是6点播，但是我的手机没有电，它等下就会处于一个立刻没电的状况。不然就是播了你们也看不见，超卡的。这是生锈吗？你看本人怎么样？嗯。Mini Kid， 欢迎战士 ，Hello。到底。是不会啦，因为我是用我自己的。看它超可爱，凤梨耶，傻眼，傻眼。夜空影孤兰布鲁斯里，小燕觉得顺眼呢、欸，这是什么？这是暗刀吧。回家的路上请小心，什么意思？不可能吧，给他们看可爱的壁虎先生，还在摇尾巴的壁虎先生，哈西的 Penguin， 最后小龙 Hello， 可爱的，还没吃午餐吃啊，干嘛？你要不要开冷气？开，现在吗？因为不能开窗，台东今天在消毒。开，真的很像有化妆耶。今天高恩爵直播就是要帮我化妆。看看我Joker 水冰与君，我化妆跟他化妆到底有什么差别？天凡 Hello， 佛跳墙 Hello， 还是我帮你化妆？不要好了，不要啦，我不想要，我不会帮你再化。会不会啊？你会啊？你以前不是学那个会？但不一定是化一般的妆啊。
海真的海鲜海柳的文车里都蒙欢迎欢迎热敷捏手表热谢谢偷摸我的肚肚摸我的玫瑰谢谢海柳的船桨摇不完红 Hello Hello 郑雨薇 Hello 郑雨薇在等水滚，还在等，才刚开始，他可能还没开始，刚拿出来而已。嗨，杨雄。他们把楼下果冻全部拿上来吃了，现在好适合哦。我帮你拨你去拿。来上熊妹，疫情期间想有点浪漫吗？熊妹 ，Hello YC，、好的，海柳，请小心，気をつけてください。欢迎家。停车神碗筷 ，Hello， 买它，买它，这是不行，这是企鹅的心窝，它是高恩爵的帽子，跟一个金针，它好可爱哦，太夸张了！他只要看到他，他就会在那边好可爱哟、喔。不行，他可以拥有鹿的特效，他可以成为亚克鲁伊斯家。他有了，不行，他不行。Hello， 皮皮神推，他可以。
帮你长鹿角。谢玉超的风情我已经有了。Hello， 浩义，欧来欧来，凤梨凤梨，史努比，他长不出来吧？他会有吗？应该要有吧？有哎、欸，有哎、欸，有哎、欸，好丑啊！对啊，他要看心情啊。Hello， 建谷志祥。酸，也要肥。20%了没？17%。头发，你要不要帮我绑头发？后面绑得起来吗？可是就是一撮很奇怪的东西，你要不要去拿那个小橡皮筋？啊，感觉很痛哎、欸。还好吧。会吧，会很痛。我不知道，那我用这个。你要自己抓吗？我不会抓。嗯，我都可以。行啊，你抓比较好看。意思就是 你我不知道哪里是分界，就是那个比较短的分界，上面一点，上面的，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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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还有吗？还有吗？长的毛差不多吧，那这里上面是什么？就是要把它梳好，不然就它也是太短，这里太蓬，这里要修一下。不然看起来会很奇怪。不然我们来直播剪头发吧。好啊。啊、哦，真的假的？帮我把自己上面全部全部剪掉，剪光。剪光。嗯。这里，这里。剪光。嗯。可以吗？我可以啊。我不行。感觉没有绑的需要。他就是想要喜欢，他喜欢，他 like。比较凉，不然后面一大坨头发，我真的是热死。只有一小撮，算了，就这样吧。我帮不帮你绑成挺好的 ？No， 不许拿这个绑不起，这个太粗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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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充电炮吗？哎、欸，我头发真的很多哎、欸，他不是要留？没有，他只有要剪下面的。就是就是可以绑起来，这里要自己不知道怎么光头偶像，光头很棒啊，
多方便啊！开什么玩笑？因为卷头发什么造型不用啊，纯现世纪的，也不会有什么秃额头的问题啊，没有发际线高不高的问题，会看不到头发啊，还是会有一点吧，那剃到光的不得了就可以了。这样躺着会很舒服哎、欸，就不会有那一堆头发压着的感觉，早上起来也不会那边吹吹吹一堆。Hello， 啾啾啾。不是魔鬼神探、哦、魔鬼恋人，小时候很多女生爱看那个吸血鬼的那个、嗯、就是我没有看过，你是男的吧？嘿，我也看守护甜心。 Hello 中学弟甜甜，谢世纪的护理，这个也很好看。我还没开播哎、欸，看什么？你要开了吗？25%了没？20%。25分了。30分你开。谢世纪的只想接你，这是主播专用的吧？灵儿是一个人吧？感觉一下这首歌。这个叫做磁铁，忘记了。Hello， 这是1006小星星 Sky。这是那个汪汪汪，红蓝那个谁，小圆那个红蓝的那一首片尾曲。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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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世纪，谢晴天的玫瑰。噔噔噔噔。对的，说话迟到，因为他在充手机，不然他可能会播到一半就突然下播。
手机电池好像坏掉了。今天怎么那么早？这礼拜是一次跟我的时间，一次跟张头发的时间，是吧？下礼拜也是。嗯，这一次6点，一次8点，没有错。他的6:58，还有本土啊，不是？你有很多本土，嗯。都乱放的那种。Hello。哎呦喂！哦，这是大提琴谱。哦，大提琴谱。这是乐团谱。侄女的的确确是弟弟，毕竟是勇哥的侄女嘛，肯定的吧。双大提琴，就是 Cello One 还有 Cello Two。你是 One？ 对。哇、wow、哦！没有没有，其实因为他是一直在重唱， oh。 就是你唱一句我唱一句，然后换我唱一句他唱一句，这样子。很酷，很棒啊！对，喜欢这种曲子。太多人了，已经超过勇哥的滴滴数了。魔戒。嗯。哎。哎。Hello。没有，很可爱。总是会差几首中式的歌，《虚巴 Queen》。嗯，天哪！这是什么有趣的歌？这是《加勒比海盗》，这个超赞的，超好听。这大琴就是伴奏，看到没？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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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度，哎，毕竟是大提琴，哎 ，Hello 木，一，我想说有没有看错？可以是无限，子女也要五个啊，好个人，大家规定一下吧。那过最难曲子是什么？我找一下，应该是，我可怕，我也没有拉完过，那首歌太长了，考试不会拉完一首歌，都是。除非抽到黑签，黑签就要拉完这首歌。First Kiss。嗯。Despacito。小可爱的枫叶为什么会Despacito？老师自己找的。Despacito。哎，真的耶！我老师的名字。他自己打的谱。Hello， 小星星 Steven Yan。应该不是，抽掉了。Charles， 他之前也是
学乐器的。对，酷哦。这也就是他演出有用到，还用到，对吧？但是我没有看过。怎么这样呢？因为是我没有参加的东西。Hello， 新人店长 F 志宏庆川崎。毕竟都还没重复选一位成员。侄女应该是看一次就忘了吧，你可能过个五分钟十分钟再抱她过去看一次，她又换另外一个。这个发发的牙齿还要好吗？她还没有动到她，我后天要动，后天要拔她。她是不是她原本没有这么的斜啊？她不是挺平的吗？她是挤上来，她看起来很平，她看起来就是这样子，牙齿她是这样子，是吗？大概是这样。之前感觉是很斜的那种，还好，挤上来了，没有吧？因为维持器呢，就没办法，我还是要长，然后就长上来。Hello， 全迷，酷，好快乐，好想拉团哦。可以降一个就全部都没有了。哦，这样这几天很煎熬。对，他还要直播，还要期中考，还要录报告，还要录报告。我录报告，对，老师我录报告这样子。他是我爱人的扶正，他要拔掉啊！智齿，他是智齿。Hello， 安老沙。对，他是智障齿。34分了。Oh my god， 真假的？真的，23趴哦，你觉得一个半可以吗？撑得过一个半吗？觉得不太行。你要把你的背景，你还在上课？对啊，他们。你把它删掉吗？没有关系，可以啊。是不是不会用啊？想一下，它是。可以掰了，先不要。你很厌旧哎。对。你最好是会看他，你要不要掰了？不要。No no no。他，看一下你有没有你摘的什么？我没有摘东西。那你把它摘，它超脏。这不是我啊，我应该没有摘东西吧？我们在看高允爵的秘密。我现在没有秘密，我现在在脱妆发发直播时间。他就变22%，没有登录，好多谢谢。他一直把我的账号登出，然后我存的东西就一直不见。你就再登录就好了，就会忘记。啊，这里有什么要翻的吗？没有。Love life。刚才我这个应该可以删了，不行，不能删。那个可以，不行。开了吧。玉超说你还没有拔你的，你就智障了。哇，拔了就聪明了。会吗？是的。你确定？为什么他要叫智齿？智障？为什么他要叫智齿啊？他为什么叫智齿？你要不要给平板？拿走。面板他们两个拿走，他们两个很用度。我在上班了，他现在长这样。他在努力上班，他现在他长这样这样子。浪 ，This is 浪，记住他。傻眼，他卡死了。手机宕机的。关不掉，关掉了。
章法法。これから晩ご飯食べます。何食べる？长出来的时间差不多是我们身心灵发育接近成熟的时候，智慧到来。那我们要把把对，所以现在是我智慧到来，可是我也快被当了，被恶意哦，怎么办？可是他很，他很笨哎、欸，他很笨哎、欸，居然会这个智慧他躺着。哎、欸，我也觉得我很好看。Hello， 水男孩。你不帮我化妆吗？有近期的机会。你跟我去看，等一下我跟你一起重追。我不要。看第二季，第一季如何？第二季如何？对，所以是笨不能算。晚安。好的 ，Hello。买它。很简单，那个魔鬼恋人的。魔鬼恋人，我们高中的时候要再重看，我跟一个室友一起看，然后就一起吐字吐槽，一直吐槽女主角怎么一直被吸呢？在那边。你觉得轻五公斤？你还有，你有三颗有75%的智慧还在。我现在内藏的只有50%，我已经有25%的智慧跑出来，然后一边没有智慧，一边没有智慧。为什么是没有智慧？就没有智识啊。你是四颗都有吗？我不知道，一定都有啊。我一边是没有智齿的、啊，真的、啊、有这种事啊？有啊，我不知道哎、欸，应该都有吧？我是长得不对称嘛，怎么样？可是他们没有要出来的意思，或者是他们根本就已经长好了，已经有两颗出来了，一颗有点往前斜前，一颗是往上露出一个点点，一个头，其实蛮可爱的、啊。因为小叔我是说我50公斤吗？那我说高一点比我。不可能吧 ？Hello， 功夫克星 Billy， 我觉得成员应该在家隔离，应该都瘦了。48，磊哥其实没有那么重啦，但实在连我都很想要忍不住呛一下，好朋友友情上的那种呛，不是讲真心的那种。他已经很瘦，我也不想他再瘦，可是。还是会很想像他胖，已经变成一个什么呛点了、嗯？是这样吗？不是，你在弹哪里啊？对，这个。生发，然后，对。
可是你会一直迟到我们、欸、你直接翻倍，你是极端值哎、欸。这个人叫做请。你是黑吧？你是黑吧？你不是推吧？你确定你打对名字吗？玉哥。玉哥。这一本的符都偏简单。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你喜欢的啦。变成美丽。他呢？不是，不好意思。没事。是哪？是哪？是谁？鲑鱼。尾鱼叫 tuna。然后是什么？虾给。对。那芝麻是什么？芝麻阿刚啊。啊。哦。哦。芝麻，ダメ芝麻です。谈他，谢谢不要生气的枫叶灰灰。你说约会大作战吗？是。Hello。必经宰炮必。臭了不？手机想要后空翻、啊。手机翻了一圈呢、啊。这剧写都是前空翻呐、啊。酷毙喽！怎么可以黑成员的暗号？你好意思？对啊，你好意思？就你最黑，你最暗，你最黑，最暗。Hello， 蘑菇怀怀，波波猫月笑，手机讨厌，不可能。Hello， 新鲜柠檬。来，这个是蘑菇。三二一，哆。哆，这是哆。大提琴最低的音，这个音。嗯。这个是收啦。收在这。这是很简单的节奏，你可以试试看。
是阿刚。阿刚里面其实有很多角色都很帅、但是绝对不会是阿刚。他很强啊，他是主角啊。那子也很强，跟那子长得挺像的，不觉得吗？就特法就是这样冲冲冲，然后都会喷火。那差不多吧。那子还不能做交通工具，那子很吵。可是我比较喜欢那只、相较起来。我比较喜欢阿刚。开战了啦。不同动漫了已经。他可以吃火哎、他可以随时随地。阿刚可以把他冰冻。他的无糖，他可以吸收。他也可以吸收、而且那些东西不同颜色都是火啊，死气之火、不是阿刚那个谁，那只就吃掉了。阿刚也可以吃啊。就是用手指。Hello， 阿翔，白宫。白宫。对，他喜欢耀伟，我喜欢家教。耀伟超赞的。对，阿刚的狮子也叫哪只？你看，高欧那只，超可爱的。超大。你平常就是这样对我的。阿刚有气质多了。对啊。初代帅，初代最帅。但是初代出现太少了，我觉得那个白人最丑、白人最丑，对，白人最丑是洗衣机，不是那个，没有业配哦，没有业配哦，这个字就变成一种酒了吧，想一下还有谁啊，我喜欢谁啊，碧昂，我觉得你喜欢碧昂，你是不是喜欢他很你的菜哎、那个啊，那个戴眼镜那个没有内脏的小女孩，库库库洛姆，他很可爱，他超可爱的，陆道海也蛮帅的，可是他很帅啊，我最喜欢圆圈，那只鸟，那只鸟吗？那只鸟最可爱。我以为你要说最喜欢云雀，结果是那只鸟。云雀的那只鸟最可爱了。傻眼，是不是你眼里所有的东西的主角都是动物，然后腰尾的话就是猫咪这样子？没有，我就没有选阿比。哦，没有选。莉莉，莉莉比较可爱。白色的。不是黑色的。黑色。莉莉。宝。他叫莉莉、潘莎莉莉。哦。中二，对，中二。Hello， 小鼠。他叫骷髅头。差不多啦。我们是同学吗？我们是同事。我们是同事，我们是。这样讲起来好难过、哦。实际上感觉很不熟，这样。同事跟朋友不都否认？同事跟同学感觉就是同学会比较熟。对啊，同事感觉就是哦，他就是隔壁那桌的。对，那桌的。对。對，他办公桌在哪里？那是我的好朋友。阿公有什么关系？阿公。阿公。阿公，阿公，阿公跟你有什么关系？完全没有讲到呢。还有谁啊？会颜色的、啊，七色吗？红色是浴室。很吵。还有我以为你喜欢浴室。很吵哎、欸。他头发很长。不是啊，有啊，邦彩蛮帅的。嗯。邦彩的时候。还有他猫咪，我不理解为什么他唯一的缺点是为什么一直要把阿刚就是当神，对，很老大这样，然后他自己超强超帅，然后带一个高中还国中生的，对，莫名其妙，高中生高中生，一平长大也很可爱啊，蛮可爱的，一平也是奶嘴哦，对啊，不是他不是，哦、他不是奶嘴，他师傅才是，为什么他长这样？因为他可爱啊。他是一颗大头，他是小婴儿啊！他是一颗大头，然后噗噗噗噗噗，然后还自己爆炸哎、欸！你确定他不是奶嘴？他不是，他是红色奶嘴吗？他不是，他师父才是。他是不是谁？男的吗？对啊，男的，然后也是小马尾这样子，然后也穿红红的，然后很帅。好，他忘记了。我只记得蓝浅蓝色是可乐。云雀的老婆是谁？云雀老婆。没有吧，那只鸟。老婆。那只刺猬。老婆。Kent， Ernest， 跳舞。Hello。没事，拔完牙我没有拔牙，我明后天才要拔牙。我上次只是去诊断，因为我今天早上原本要期中考，我期末考我还不知道要考说风谁。我查一下，这里有满电。你确定老婆是一品？真假的？假的。哇、wow、哦！他们俩都很会爆炸哎、欸。
一个是内心爆炸，一个是物理爆炸，不太一样、欸。不太一样哎、欸，不见。他是生气的时候就会倒数日，对。那个大什么奶嘴啊、哦？那个有一个，那个后面有之后有一个女生是深蓝色头发，然后这边有三那个叉叉的花纹，叉。哦，那他也是奶嘴啊？他是原本就有奶嘴了、哦。对啊。奶嘴。他叫做。哇，刚刚觉得说他想。我想要奶。我想要奶嘴。这里奶嘴的关键字有点问号、欸。师傅长得像 Q 版圆圈，对，师傅长得蛮像 Q 版圆圈，所以就小时候就很帅。要打什么关键字？家庭。你知道奶嘴不可能找到好吗？谁知道你要找什么？你看，他还是出现奶嘴，一般的奶嘴啊。没有，下面有啊。不是卖的。他为什么会有奶嘴啊？他们也是一个组织啊。哦，这个是超恶心的，我、這個哦、很帅，他很像圆圈。对啊。他很可爱，他是初代，他不是初代，他是橘色奶嘴。他们的头。哦，那他是大空，他什么时候出现的？最后面啊。我知道啊，他最后面怎么了？他在哪里跟他出现的？意识当中吗？未来。对的。什么说？啊，他是什么颜色？他已经超出了耶，图 B 吗？忘了，他是怎样被诅咒啊？紫色感觉都很没人气。对，拉尔米尔奇。哇，庆你是不记得啊？戒指之前出局就有买的，有我有、這個，我有戒指、欸，我有大空的，我有大空的，两个都有，我转到第一个就是大空，对我也是、啊，莫名其妙。我现在还有奶嘴、欸，紫色的，哪用啊？是不是没办法吗？阿尔克巴雷诺，对阿尔克巴雷诺，有你。为什么要奶嘴？不觉得像奶瓶？大空阿尔克巴雷诺寿命都很短。整天喝水乐趣，奶嘴还好，奶瓶。哎、欸，所以他们还有历代哦，历代奶嘴哦，有啊，好可水哦。肯定有的吧？他是有谁继承？是家庭，就是家氏族的继承，还是他会随机降落在谁身上？这个我不知道哎、欸。只要拥有大空彩虹之子的力量，就能呈现假死状态。将呈现假死状态的彩虹之子复活，从奶嘴里复活，就变成小只这样子，复活就变成小只，就是婴儿啊。还是你拿到奶嘴就已经，就是不就会变小只了？应该，我忘记。不是，我从小到大我是没有搞懂奶嘴这件事情。夹子也有，有之前有拿过一个小夹。但是我不知道他在哪里要加呀，这是超小，我不确定是不是他们的，应该不是。Hello， 小白兔尼哥阿鹏，记得他们不是出任务完回来。这里是一只迷你人皮巨膝盖帮，会继承记忆，尼哥三代大空奶嘴，但不会变硬。就交给你们解释，还要看看角色列表，一定超多。哎、欸，他们的动物都超可爱哎、欸。圆圈为什么不是那只鸟啦？它是宠物，它没有战斗能力，它只会在旁边唱歌。会唱歌哦，它会唱校歌啊！它会唱他们校歌哎、欸，来了，多可爱、啊！哦，太阳的我没有什么兴趣，太阳是治愈哎、欸，看谁？它是那个。隔壁组织的，他们的小分队，还有小分队哦，有啊，就是那个、啊、跟他们抢戒指那一坨，那个第九代，不是第九代，也要跟他争第十代那个，对，但是他不是那个啦，就是那个不是他的暗杀部队，暗杀部队，完全不记得这号人物，他们的暗杀部队，张扎斯。那你喜欢张扎斯吗？还好，我也还好。想要他们的回答。有女生喜欢那个吗？
那个金子的哥哥吗？真的是还好，小川美玲应该会喜欢。啊，藤井妈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藤井妈妈感觉喜欢三上，如果他很壮的话，重点是他很壮的话，应该蛮壮的吧。小川美玲喜欢八加九。这里面都是八加九，他们是朋克，他们是黑帮，对，超越。大空透过完全燃烧自己的死气之火，作为代价复活其他人。啊。Hello, Kevin Rang and Mirfield。哇哦。他就是，对，他也是，他就是。把鸟巢去改造成夹子云雀应该会先暴走。它是一只刺猬，夹兵器，夹兵器蛮可爱的、啊。哪个夹？我天哪、啊！夹，这个夹里面有一个夹呢。有吗？嘉宾请我们现在聊家教。嘉宾先。没有啊。哼。我中。为什么？小卷听起来很好吃。对，什么？是会叫。它是什么怪？它就是那只。它动起来比较可爱，真的好丑、哦。很可爱哇、啊！这个才可爱好不好？瓜比较可爱，瓜啊！瓜比较可爱，可爱。它是被自己吃到的，它是一生气，然后灌满，然后膨胀这样子。我操！瓜可爱，瓜超可爱。瓜会怎样？瓜会干嘛？瓜会变成？不是，他绝对不是。他是男的，是这样。哦，就说了吧，张头发视野里面就是动物都是主角，动物都比较可爱，动物才是主角。人类是什么？瓜很可爱。那個啊、他们的假面器都很 Q 哎、欸。瞬时武器换。哎、欸，开什么玩笑？可是我觉得有点太复杂了，我觉得用不来。三本五是燕子哎、欸。对。那、啊、请问这个是谁的？他是柴犬背带，我的天哪！他是假兵器吗？是。哎、欸，柴犬也是山本的。他有两只哦，这么爽。是不是？哎、欸，好像是吧。我在讲他们柴。好。他很帅啊，只是他有点，他比较阳光。嗯。棒球笨蛋，瓜会变成宝。我今天、啊、不是猫咪吗？哈、啊、喽、哦、我喜欢三本五的，它有两只可爱。对，家庭教师。哈喽，它有两只可爱，胜过三本。对，三本是燕子跟彩彩，它有两只，次郎跟小次郎，好可爱哦，好三本哦。柴犬然后跑出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不要啦！啊！啊！啊就是没有柴犬呢、欸，没有相关柴犬呢、欸。还是那是秋田，所以就不会找到。这秋田比较大只，还是柴犬比较大只啊？柴犬。秋葵。秋田。秋葵。那只瓜瓜跟。超可爱。夸张，哎、欸，有人叫你安静。好，刚刚牛肉串。牛肉，我要吃牛肉串。他一定是肚子饿去的。那是不是变大了？秋田大，秋田不是小吗？秋田是大的。啊，秋田是大的哦。也很丑。对，他很丑。啊。
欸，他很可爱，他是白色猫头鹰，哎，是男咪咪。对啊，他的就家教就是女性太少了，也蛮多的吧。除了那什么金子啊，还有旁边那一位那个很巧的，长成像什么烧麦，我忘记了。我记得南波叫他烧麦。小春。对。烧麦的部分。瓜会变成蓝豹，在袋鼠的肚子里进化。哇哦！指南迷你，我喜欢的角色是阿刚。指南迷你，我喜欢的角色是迪亚。好，你好异类哦！直接不是主角团的。那个谁啊？芸豆。芸豆更不主角了，他更不常出现的。Hello。他的。猫头鹰是偷来的。猫头鹰是偷来的，偷谁的？捡到的。哦，对耶，他偷来的耶。为什么？本来不是他的，是白蓝那一团的。是啊、哦。一个丑八怪，一个章鱼丑八怪的。章鱼丑八怪。白蓝呢？白蓝。可是不是。八卦鸡，本来是鱼属性。碧阳旗，碧阳旗，碧阳旗，碧阳，碧阳，对不起啊 ！Oh my god！ 对，苹果没有错。哦，被热带海附身，好久哦，属性都能洗掉，还是我觉得我们可以重看一次，我们大家就可以开始重看。真的，但是把前面跳过。对，前面就是反正。可以啊，那个都看过啦，203集嘛。必死模式真是可以跳过，对，太吵了。有主线剧情再看一下，其实都有。要怎么打？还是我们直接看未来篇？军团跳槽员，我想要看他们各区到底谁是谁的。啊，是什么芭蕾诺？白蓝的要怎么讲啊？白蓝。还有地狱戒指这件事情，哎。地狱戒指。哦，地狱戒指，地狱戒指就是白那个啊，热带海鼬啊。是啊。热带海鼬手啊。对，热带海鼬手。下一位 T 在播哦，真假？真假的。啊、前面50集日常篇都不用看，真的好，真的好。黑曜篇，黑曜篇是哪里啊？幻骑士是那个穿的很。很丑，对，莫名其妙。他是谁？有点好看。美杜莎，好像是那个拉面老板。哦，我已经忘记他了。漫画。啊！地狱戒指是被作者忘记的存在。对。Hello， 生气糖。他出了太多东西了，后面大地属性都没播。亚伟的歌不错，喜欢他的 OPED， 真的都很好听。背景音乐很赞，背景音乐我就是全部把它载下来当清单在播的那种。Yeah! OP 里面 MV 有高桥南。好。MV 我都没有看的，我都是直接看那种列表的，那就是合集。我也没有看哦。手下哈。断线，明明就有连着。刚刚我们在看《地海战记》。哦，拉面老板是把大家变成婴儿的家伙。啊，真假的？哇嘛！哇哦，我真是完全忘记。白兰教授。大地属性是有这个属性是？白兰叫什么？哈？不是白兰的那一帮。对，那一帮。合同帮，白不绝对不可能，我没有那么丑。Rock City Boy， 白兰那帮人叫什么、啊？白兰吗？绝对不是。No， 好。哎呦，迷路。
菲奥雷。哦，尼鲁菲奥雷，听起来什么卤肉饭？真的哎，你要不要等一下叫？不要喝，我做。哦，这几天是最后几天可以好好吃东西的一天了，几天？对，我快点把家里的书吃一吃。虽然现在家里没有肉，没有，好想等下出去买东西吃哦。下午不要，为什么？没有到特别好吃。哎，没有特别。哈哈哈哈哈哈！那个谁，有一个。光看外形的话，会比较蛮喜欢那个白头发的，长头发的那个水的。他很吵。对，他吵，因为跟光看外形。他是暗杀部队。对，他很吵，他吵死了。Glitter 有啊？刚出来这么多什么？不是吧？你在刷啥眼 ？Glitter 是后面漫画才很有名的。我没有看漫画。白兰地。啊！真的很像饮料，饮料哦！好想喝饮料哦！我也想喝啊！你想喝茶、啊？茶是饮料吗？茶才是饮料，酒难道是饮料吗？是吧？不是，它不是，它是酒精。我觉得这个对话应该相反，应该是你要说酒是饮料，是吧？没有。谁？那个什么、啊，暗杀部队的，之前不是有一个婴儿在里面？嗯，他们，对啊。哦哇，这个很棒哎，我看一下，大集合。有没有建议？碧昂琪，冻饭，烧肉。南波现在长大之后，我以为他，我以前觉得他长超丑的，现在觉得还好。可是还是很胆小。长大之后呢？嗯。是哦。嗯。很吵，里面吵的人太多了。很吵的那边，百香果冰箱。哎，这个感觉你会喜欢的，这个是谁？徒弟。谁？哦，我也蛮喜欢的。好，我懂你的菜，我懂高圆圆的菜，哎。这个是，按他们对的、啊。长大之后。没有啊。婴儿长大。本来就长大。哦。啊，这位。我也蛮喜欢那个王子。那里有这个，对，好，超讨厌他的，巨讨厌的，暗杀部队里面整个里面最讨厌就是他，他很丑，还好吧？他没有眼睛哎，他只是没有眼睛，也不代表丑啊。对，兰波要20年后才帅，对，他10年后还是很丑。这个到底是什么颜色奶瓶？是奶瓶奶嘴，蓝色吗？浅蓝吗？可乐师傅，浅蓝吧，浅蓝，不是啊，可乐就是浅蓝。它死啦，不是紫色，它浅蓝吧？还是它没有？它就是个灰色戒指，不是戒指，奶嘴，它受感的。一朵丽莎比西，耶，好好哦 ，Hello， 都是吗 ？Hello， 潘，还是来，就是后对眼睛越小，战力越强。大魔豆演武没有眼睛，过后的我都没有什么记得。有记个几首。Hello， 阿春。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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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TMB。有像。眼睛越小，战力越强。高圆圆弱爆了。怎么样啊？哎，你再转过来一次。那我就觉得刚刚那个看起来有点突。这两个头发怪什么？什么的？展翅红之瞳也很好看呐、啊，突然想到，对，我也突然想到，你是看到那个武士？哪个武士？那个蓝色那个。哪个？这个。啊！你真的丑八怪啊！对，我也是他，不是，就是想到了。展翅红之瞳，我喜欢。姐姐，对，哎、欸，之前有讲过啊，我们之前讨论过。他喜欢那个绿头发的，对，很吵的那个。什么？拉斐尔还是什么？
啊，他叫什么？忘了。哇，你是谁？我的天哪！你是谁？哇，高俊杰弱爆了！哇，不能这样子吧？你是谁啊？但赤红之瞳角色做坏了好吗？你是说设定还是做坏了吗？还是长相？长相啊？长相一定没有拉伯啦！哦，对，拉菲尔，拉菲，拉菲尔，我名字好痒。整部给人很中二，还好吧？漫画还好，哎、欸，还是动画还好。动画就漫画很惨，动画感觉没有那么惨。我只有看动画，漫画有很多我没有看过的地剧。对，也还有很多组织，在那个兽人之前之后，还有一组，有那个大将军的儿子带的，更变态的那种。就杀了老公，然后再回家把老婆小孩都杀光那种。便当之筒，便当之筒，对，转便当之筒，也没有一集一个吧。之后啊，从那个剪刀女死掉之后就可以开始，错错错，然后大哥，然后谁？切尔西。哦，切尔西都很难过哎，他刚出的时候我就看了，我就哦。我也有觉得他一定会死掉的感觉。对，有真的有。他有便当的气息在。可是。这么惨的便当吗？对，他刚出来，我以为还他会是叛徒吗？或是领便当？领便当吧，叛徒的话就是叛徒之后再领便当。肯定会便当，怎么样都会便当，百分之百便当那种。还是有人设吧。想给人残酷真实感，最后还是靠主角打赢。最后其实是女主角自杀。不是啦，女主角没有自杀。我想成那个男主角。SS。啊，他超赞的啦，他超好看的。超可怕，喜欢这一种的，大家记得。超 S， 不是因为傻瓜子最 S。他怎样啊？谁？他以前也很可爱啊。我 S。嗯，还有少女心呢。你确定？还有少女心呢？他在那个男主角啊。人家是征战，到处征战的大将军，你不要人家不凶起来不行啊！狮子女最便当，狮子女真的哦，不服啊！我最推他了，他不能死哎、欸！重点是他被大臣杀死。对啊，他真的伤太重了。对啊，很气耶！动漫啊，偏偏被那个就是被解除地剧，最丑的、欸、不是啊。大臣呢、啊？大臣有地具。大臣有啊。什么地具？肚子有一颗那个，可以把对方地具消除的、那個。哦。还是头忘记了，然后开枪射他，射好几枪。可是我记得在漫画里面是大臣本人也很强，他有去秀去那个什么皇权，不是就是他们那个部队的那个拳术，他有在里面练拳。嗯。也大臣本人也很强，然后。然后那个大姐已经被打烂了、嗯、然后又还要跟她打，又地狱又解除，又没有那个恢复力，然后就不来、嗯、可是她最后大臣死超惨的，漫画里面动画里面就是被雷欧娜锤烂，对，可是直接被砸死，可是在动画里面是漫画里面是被就是一层一层削掉、哦、好痛苦，就是让人家分着不枉费她吃那么多肉，对是吗？吃到吧，一个一个被削掉吗？我忘记怎么死了。我没有看漫画，我是动漫仔。对他活到对啦，是有就是自己死掉，但他最后还是大臣伤他。如果大臣没伤他，他应该也不会死吧？的感觉。Hello， 田中豆粒王，甜甜。彩笑的手机去哪了？我放哪了？啊？赤红之瞳，怎么样？什么东西？拉伯不能亡哎、欸！拉伯惨，拉伯被，
被淹掉。哇，那不，他就被插在那里，看起来很，很，很可怜。黄泉寺，其他是哪位？跟我打那个啊？哦，不是大臣，不是大将军，哪位？啊，是大臣的儿子哦。他不是大将军的、哦，大将军是谁？这有一个雷，用那个雷公啊，拿锤子跟马英对打那个。哦，哎，大将军，不得大将军，黄色头发有两根那个的。哦，丑八怪，哪个丑八怪？他最棒了。他们两个很好看啊，可是我觉得最喜欢看女生打架了啦。我觉得剪刀女也不能撕欸，剪刀女好赞哦。剪刀女还会跟他不熟，还是精美的。他还会すみません。对，すみません，然后把你砍掉。すみません，然后就没了，自己给变刀。司俊你觉得活太久，能力废成这样，还能活到最后？最讨厌他能力才没有废，他可以自己疗愈自己欸，司俊女。最讨厌大臣。不是。我猜。正义少女。哦、oh, ，还好，我最后有点同情他，因为他就是他就像是不知道笨吧？对，不行，我不行哎、欸。他好吵，我觉得很吵，对、啊，就觉得很像一些什么政治什么挖哥的执行。对 ，Hello 绿茶又一，谢谢暗红的 Love。对啊，他很讨厌呢、欸，我喜欢那个翅膀的。哦，超帅！他超帅，他超帅！他的弟弟，他巨帅！他为什么去了？他是老师嘛？对。然后他进来这里是为了找一个凶手，把他们那一村还是那一班的小孩全部杀掉的一个变态，超胖的小丑，就是之后那个，就是对漫画有的那一群人，嗯，他是其中一个，嗯，然后那个好像他还把那个他们那群人还把那个不是有一个戴头套的那个喷火的那个、嗯、可爱。对，他把他们全就是妻子跟女儿都杀掉了，那我们去看爸爸，然后就是坟墓这样子，然后还是干嘛的，然后就在他们面前杀了他们两个，去死！好开心之类的，有点忘记了，但是这种死亡顺序，这个关键字是大家都在干嘛？大家怎么了？炸白鱼太好了吧！阿六三，まだ晩ご飯食べてないし。那你最想要现实生活中就是你用，你会想要谁的能力？拉伯或那个翅膀。哦、翅膀真的超帅的啦！膀可以飞来飞去的。我想一下，如果是爱吃的吃，就不会有暖化的问题了。直接把南极冻回来，北极也是。现在变成在聊展翅红字头，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能力啊？感觉很多地区都很棒。冰其实也不错吧？啊，就但是你要能克服。我不行啊，我烂透了。不是有一个可以透视的？啊，そうだね，そうだね。啊，そうだね，忘れた。等不忍中了，就是 Hello， 亲，鸡尾包。那个吧，那个那个。鳄鱼。确实，还好。化妆师没有想，我没有想要化妆。可以变成一只猫哎。嗯。我比较想要养一只猫。那我变成一只猫。想得美。哎、欸。我知道你就是个人类。真是，你只看过一次。没关系。话题你无法。动画总很多可以聊。对。还有什么、啊？狮子女不错啊。身强体壮的。嗯。反正不会想要刺瞳的能力，刺瞳就把刀子太可怕了。哎、欸，可是那个谁、啊，那黑瞳的，黑瞳的不错，对，黑瞳的不错，可以把你做成人偶，感觉很累哎。有什么问题？他可以做人偶、啊。我知道啊，为什么把我做成人偶？我你先把我杀死、欸。那你就会永远跟我在一起。OK 吧。超恐怖。你应该看看张佛佛的表情。他刚皱了一下眉头。どんな話してたの？あかねアニメ。あかねですね。あかね。马英的也没有什么用，剪刀女也没有什么用，都属于攻击。啊，我要那个啦，那只小狗啦。不要那只小狗才恶心，不要。还有什么小比？
啊，最恶欸，卡住了。哇，这样头发直播卡住了吗？头发做成哦，然后每天插一根，插一根针干嘛？那么讨厌我吗？绝对不是，手机问题吧？几趴了？19。哇，他的硬筋还有30分钟哎，可以啊。发重开，好怕手机没电。他把关了，他重开，他的手机出了问题，出了点小小的 mistake。Yeah，Hello， 谢谢豆力的守护。Hello， 大家，因为刚刚手机问题又重开了，最近真是很自然的中粉哎、欸，很棒啊 ！Hello， 令 NJ， 好久不见。哈哈哈哈哈。之后每次就是聊动漫就好了。那为什么他不会？谢谢大仔的枫叶。你是要充电的？对，没关系的。等等呗。Hello， 洛克，大方的什么歌 ？Hello， 坤坤哥，哇、哦！因为我之前有同学有那个名，有那个字，然后你怎么可能会知道？幻影战士鳄鱼 ，Hello，Hello， 鸡尾巴，小小鸭喉，鸭喉。我觉得他有谁啊？应该还有很多没有想到的。开始想一下那个暗杀部队好了。喷火，烤肉喽，还有武装自己那个没有什么用。然后还有什么？黑桶嘛。然后呢？翅膀。翅膀很好看，翅膀跟那个吧。好贪心哦，翅膀或冰或是那个肌肉。肌肉。那个谁，身强体壮的兽人，对，啊不是兽人，是一个他是兽人没错、啊。Hello Johnny 洛克布鲁迪乌，我跟他的网络不是一样的、啊，我是连家里的网络，我是他不是他不是因为网络的关系，他写的蛮复杂的，他没有说网络不稳还是什么，对。Hello 浅见叔叔 ，Hello Hello 任东林安奥蒙克。好一下上大丈夫でしたか？大丈夫です。何が？やいす。哦。またまたまた。また。明日不是大后天，明日の明日。忘记了。拔牙。拔牙。好。抜いて。嘿、hey ，是吗？不会讲算了。Hello， 大家晚安。阿萨德，阿萨德什么意思？后天。阿萨德后天。哦、oh. ，Hello， 幻影战士，是的吗？哈？嗯。Hello， 大家。我既然没拔牙，那说好的啪啪唱歌呢？说好的弹琴呢？什么时候？你都放好谱了。这是什么？人在本院的。九六猫唱的。九六 cat 问号问号问号。怎样？怎么了？他想吃肉，我家里现在完全没有肉，你要不要？没有吗？没有啊。要不要叫？叫。好懒惰、喔，好爽、喔。你可以去附近的商店买。Seven. 不会是全联之类的吧？好远。超近的。好远啊！走一下就到了，好不好？哪有？开什么玩笑 ？Hello SFC 犬坤坤季风恋。那你想要腰尾的什么能力？太多了，腰尾更多哎！哇哩嘞嘞，哇！露西吧，露西法，露西吧、哦、啊！露西感觉就要很久，就是你还在召唤，你就已经被打掉了。哦，我没有，我现在是不是没有在打仗？我现在在打仗，我当然是基尔达斯啊，全部粉碎。
全部那边都变成方块这样子，然后那边都方块的。Hello。我想要雷比的眼镜。这样，书本我全就全部看完了，真的好重要哦。我需要雷比的智商，我不要他的魔法没关系，我需要他的智商。他魔法是什么的？后面还有很多可以恶魔的魔法也蛮酷的，接收魔法，你就可以变成一只猫哎 ，take over， 第三那之类的，或是那个家族接收魔法类的。可是我想要 ice make， 好，你就 ice make。那你为什么不选那个艾斯德斯的能力？因为我他也可以时间暂停哎。应该时间暂停，然后去看一下那个班上考试考比较好的同学。好啊，啊！可是这样子，那个重大考试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要看谁，因为我不知道谁比较聪明。知道吧？旁边都是不认识的人。认识的啊。我是说像会考之类的。会啊，旁边也是认识的、啊。就是我们班跟体育班混的。别班。总是会听到班响的时候，好吧。别的学校、哦、麻烦哦，超麻烦啦，我就需要那个眼镜嘛，还有雷比的智商，我只需要雷比的智商就好了。你把巴拉乌鲁提亚，乌鲁提亚有冰的魔法、嗯、然后还有时间耶，它可以控制一切的物体耶。我想控制时间啊，好累哦。它也是，它有冰造型啊，而且还是紫色的冰。她是乌洛女儿，直接大爆雷这样子。对啊，会考学校会梅花座。我是梅花座啊。对啊，就是都是梅花座。但是还是可以看到啊，如果你暂停的话。好，没有，现在目前不会遇到分组的重大的考试。结果他们都还没有写。嗯？结果他们都还没有写。法爷的网络有点卡。他的手机只有17%，体谅一下。你的手机已经差不多了。20。髪切った切ってないよ切ってないよ同じ長いんだよ。那晚闪电无良哟，是可杀不可辱。Hello。他的彩虹花。还有什么、啊？人很多，还有魔法的。超最多人打的哦，对不起哦。就不想要浪费时间去看每个人、啊、你還看過什麼？还有什么角色能力？艾尔莎不错啊，和衣服穿了就换好嘞，可能还可以帮你带妆。太绝对不会有后台抢妆的问题。是因为我现在勾整。对啊，你就不会在那边换裙子、换衣服换不了这样子。不行哎、欸，那我可以不用下台了。冲！对，我直接换装 ，reset， 然后冲，然后就换起那个谁，女朋友，然后就换奇迹或什么的。对，直接换好，真方便。当然，时间暂停。Legendary 啊，那我要活得比别人还久哎、欸，就是那种暂停来多出来的时间，不要好累哦。没那么夸张了吧？艾尔莎要很多钱租房间放衣服，他放在他那个空间就好了。他有空间。应该不知道哪里的空间，心灵街，差不多吧。谢彩虹花的船长，心灵很棒啊！无聊的时候，防疫期间可以叫心灵来陪你，像是处女座会帮你打扫啊，会感染，不会。然后你用马桶水召唤那个阿奎亚的话，你就等着被抄家。对，你就很有趣啊！你家会被直接打烂好吗？台湾就没有缺水问题了。什么8+9开播？小三美玲吗？杨雄 ，Hello， 任智会长。他的空间是租的。是吗？他说。哦，他有一集是展示他的衣服，就是他家超大，打通。然后，可是他之前有一次在讲解的时候，又说他比较解释心理界，就是心灵界，就像是那个艾尔莎的空衣服这样子。就是会传送那个东西，跟心灵界概念很像，所以人类没办法轻易到心灵界，心灵也没不对，像这种感觉。可是他又有一集番外吧，就是说哎家很大，然后打通三栋这样子，然后放衣服，然后也没有放堆满满这样子，他就是铠甲一套一套，然后
走廊超大哦，然后就只有两侧放铠甲，那种一列一尊一尊一尊那种的。哦，五栋不是是三栋哇！他们对他们女生宿舍那一集番外，他们去女生宿舍，说姐有人那个委托这样子。Hello Summer Minba， 8.5，夏侯依兰和必胜。之后大魔斗演武就是这种很多工会一起组合的那种比赛，就可以看到很多魔法。还有两个，想睡觉了。嗯哼，啊，那个什么，温蒂也不错啊，他会治疗哎、欸，医学去读什么读啊？我讲，他明明是肥龙，他、啊、怎么样？没有什么，天龙啦，天龙，差不多吧。SK 哦，天月之寒。Hello， 傅伟，海贼王。不熟。我喜欢罗宾的长相。罗宾的翅膀很恶心。还好，很方便呢。很恶心耶，而且整几秒。可我很好奇，是他能不能，他能不能就是操控他每一只手写字，可以吧？或打字。可是他的脑就是要扑棱扑棱一直响一直响哎、欸，对啊，累。他是干嘛的啊？什么干嘛？像娜美是航海士，就是测看风向、海象的。然后香缇是厨师，罗宾是什么学？考古学家，蛮适合的。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忘记嘞、欸。我的画质怎么这么低？我不知道哎、欸，我到底多低啊？还好吧。还是我咱们就是低画质。Hello， 咖啡 Taka， 他是考古学家哎，真的。为什么需要考古学家负责翻译那些奇怪语言是不是之类的？哦，谢庆的看好你哦。Hello， 博成，解读历史本文。文本，小笨熊。火影忍者好看，火影喜欢钢手，喜欢 Sasuke， 真的，我没有看到后面。我喜欢谁啊？忘记，以前蛮喜欢大蛇丸的，他觉得好酷哦。很丑。我喜欢的是青蛙，小青蛙。不看博人传就是我轮到啦、啊，真的。小杜也丢 ，Hello。谢伯承的船长。他是刚那个谁？不知道。巨带云 ，Hello。拜拜无糖 ，Sasuke， 哇塞，不是那个大蛇丸，绝对不会是那个。想吃拉面哦。好想吃。我们家有拉面，可是没有肉。啊，这个肉。加油。想吃蛋糕。还好，你把你的 Oreo 吃掉了。那个还好，没有好吃。好哦。不死先生 ，Hello。还有什么很多角色的啊？樱花中的宠物女孩，那个恶魔的谜语啊，大姐，张法的爱呀，哎呀，最喜欢这种全部都有出现的。对，我做了 Oreo 蛋糕，就是那个把它压碎加牛奶，然后拌一拌，然后拿去尾破那个，就是那个。目前要追什么番吗？没有，我现目前在看《魔鬼神探》，我现在在看美剧、那个炸地海战。七大锅，炸七，炸七叫什么？电脑。它叫什么？什么炸七十的啊？什么炸七什么 ？Netflix 的。对。
动漫，大师还是什么忘记了。他出新的两集了。我没有有新，我忘记有哪演到那个最后，在演故事吗？跟中国啊。哦。因为中艾米莎为什么？想一下那個以前那个什么动漫 MAD 很常出现的漫是对的。我没有看樱花妆。去看哇哩嘞嘞！等一下给我先去看樱花妆。我不要。超好看。你推了一堆奇怪的东西。那没才没有什么东西。佐贺偶像。那你还不是看得很开心？最奇怪好不好？一第一集就给我那边干嘛？可是很好看。其实队长昨天做的。对了，有推我看，我知道你有推过。但是没有那么好吃，不没有很甜啊。可以试试大家，我觉得没有很甜。司马山。还是因为我们买的是减糖，减糖有可能，有没有减那么多？它也是很甜啊，甜到爆哎、欸。还好吧。还是你前面先吃了重口味的东西，像优酪乳之类的。读起来！Hello， 丽雨。对，我还没看。不起眼女主，不起眼。我知道你之前有推过，我还记得这件事。真的、啊。不起眼女主啊、哦。为什么打？迦南啊，迦南超好看的，然后还有那个什么黑胶也很好看。迦南我让我看，我给他看过，他没兴趣，因为都是女的。可是我看恶魔的皮。对你超级超级。三四五标，因为兔脚很帅啊！啊，加奶也很帅啊！还好，那个长发的那个绑马尾的也很帅啊！阿赫法尔的那个谁，加奶里面的角色啊，你以为他是男的那个？忘记了。深蓝色头发绑个马尾，忘记了。我要查图片给你看。你们看，我就是这样被对待的。怎么样？这是怎么对待的吗？好像没有怎么样。迦南银发生活肤质中心。嘿，应该手接不到吧？耶，离家出走。这个啊。不行。哦。他超帅耶！他巨帅，而且他叫 Alpha。我昨天才知道的。昨天，之前就看完之后才知道的。他超帅，他巨帅！就以前在看那种 MAD 里面看到他，就觉得说他到底是谁，到底是哪一部动画，然后都找不到。黑胶也很棒啊，企业用兵，老比较老的动画，可是很棒，讲黑道的，这个。太古老了吧，那个画风。很帅耶。其实还好，看起来不会很古老。至少打斗画面是流畅的，但是迦南比较流畅一点。这个比较，就是他不会把整个动画全部做出来，他可能会就是用剪辑还是这样的。你最近觉得很帅的男角是《间谍加加酒》的黄昏，在推荐表面。很帅的男主角是魔法少女的雅克鲁，是不是叫做魔法公主？哦、魔法，马后修脚，魔法少女小圆。等一下，这个表情是不是你之前的头贴？这是不是 QK？ QK 的头贴，突然看到黄啊！欺诈大师吗？那不欺诈的。对，学姐第三集没有动画，第三集都会发生大事哎、欸。不提学姐的。第三集就短头，第三集定律，第三集就会发生大事。是吗？对。刀剑第一集就大事了。对。
番。啊，你也可爱。最近只有在看佐贺。那个表情。新的啦。嗯，第二集。第一季我一直在陪人家播，不陪人家看，然后就看了，我自己就看了超多次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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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忘了。现在家有动画画的定是霸权，他还没动画画，还是还是动画画了。晋级的巨人呐、啊，好帅啊！不想看。亚尼超帅，亚尼沉默超多集。亚尼把自己冰起来之后，解冻超久，超久才解冻，不知道，天荒地老都没有亚尼出现。太美了。就是要玩我的小腿肉，因为太少了。他的流剑舞蟹送了枫叶，累的。但一本才出六集就卖破千万，酷哦！他的剑骨突然一个很大声，哎呦！还有什么？你还有什么？会倒，这三只手机都会倒。腰尾，这有皇冠的，嗯，很好听。弹它。不会弹，这个太小了。刚魔鬼恋人，然后那个死亡游行的，啊，很好听的钢琴曲。弹它。Secret Base。Secret Base 没有兴趣。然后那个刚弹那个腰尾短短的那首。啊哈。然后。君がくれた。大家现在直播的画面呢是张爸爸的手手。嘿。那你弹的歌。可以啊。好嗨。你要从头。品质不要落差太大，热度至少是咒术回战的等级。咒术之前漫画出的时候就很红了吗？还是因为我觉得是，除非有人特别提，或是那种广告一直出现的话，不然的话我不会知道。会了，谢伯腾的枫叶。Hello， 发呆摇嘛是问号。妹妈，你看妹妈，你有哭吗？有啊。到底有没有人？四月是你的谎言，在哭吧。有点太疑惑了，对，所以就还什么？哦，
对呀、啊，是吧？发生了错误，尝试恢复多次仍失败，请先关播后再重新开播。这到底是谁的问题？我就问手机，应该吧。三字行是你最近哭过的。三字行，我睡觉看到睡着。你给我下地狱去！张嫂，这只手机真的是没有办法哎、欸，已经播三次了。哇，直播间都在教操作场，对，我上次都还没教。诶，网络，网络很好啊，这里。你没有开，你刚关掉了，省电会关掉。好，那瞧。最近哭的。嗯，最近看了什么哭啊？魔鬼神探，就在昨天，最近期，而且是哭烂的那种，他，我直接吓死，我想说，我想说，哈，突然就，哈，真的是突然的那种。好了，好了，我再播多久了？我已经不知道了。我也不知道，快了吧。奔跑的身影 ，Hello， 沙路国色天色天色国祥 ，Hello， 戏比是生 ，Hello，TK， 出来 ，Hello 天使。但是各位看到我应该是脸肿跟猪头一样，是吗？好想看。走开啦！你可以改天啊，但我们就会不同时间改。你可以连播啊。好，那我还是看得到。Yes， 连播。
剥它。肚子饿。快了，快了。还没。还好哎。不想煮东西。好累哦，好不想煮东西，因为自己煮东西煮好久了。还有什么动漫啊？你有看过什么？很多角色的。恶魔的谜语，你还没说你喜欢谁啊？兔角。除了兔角。我喜欢。那个吧，正面决斗那个，那个一个大姐姐。啊，我喜欢，超喜欢的啦。然后家里很多姐姐。对对对对，我最喜欢她了。其他人都笑笑的，我不太喜欢。还好吧，还好啊。那个老人还好啊。哦，老人不错，老人我还行。那个炸弹女还好啊。炸弹女。除了剪刀女以外都还好吧？那个诗什么的诗。哪有会那个？大小姐也笑笑啦、啊，大小姐笑笑，她笑笑啊啊！那个诗慧娜还好啊。诗慧娜是谁啊？就是那个还没出场就被并掉的那个，那个剪刀女的 CP。金发绑双辫子，戴眼镜这样子。哦。没出场就死掉的那个。很可怜嘞。对，很棒啊！还有那个谁，小朋友也不错啊。時間いっぱいあるね、そうだね。里面笑笑就只有四个。粉红色头发那个，喜欢朱丽叶，朱丽叶好可爱哦。对，朱丽叶超可爱，刚不是说了吗？刚不是说了吗？然后还有那个什么，那个什么，拿锤子的那个，双重人格。还有他笑笑，对啊，就真的笑，就那几个，也是四个啊。剪刀女，然后大小姐，双重人格跟，对，还有谁啊？刚刚讲的谁？红色，还有什么犬饲？一姐，一哦，三人狂两个爸爸，对，哦，很棒哎，他其实也不错，但他 out， 他跟我就喜欢看 CP 啊，我就喜欢看很多 CP 啊，跟少女歌剧一样啊，就全部都是 CP， 巴娜娜，谁？对。日常番话把自己当异世界也不错，你是说把自己当异世界？这里吗？这里。南方林燕燕，南斗神拳，厌倦的等待，蛮甜的，行啊。你说把自己当异世界这一个吗？还是叫蛮甜的，还是什么？把自己当异世界。还是把自己当异世界也不错，这样也不错，对。它是一个翻吧，哼。谢暗红的爱的玫瑰，还有什么 ？Hello Mohan， 一定还有很多很多人那种啊。通古和人赞，师奶赞，通古和人赞，超级没兴趣。Why？ 那就很开挂啊，超级就很帅啊，他是超越。他还好啊，他就是个菜包。他现实生活中比较猛，就是感觉很聪明，对，超聪明的那种。对于科技方面，很憧憬这种能懂这种机械程式什么东西的人。对，很厉害。他不是我的世界，我已经学了，但我学不懂，我真的不懂。先去国外，那得。我喜欢雅斯娜绝剑跟。哦，绝剑很可爱。跟那个谁，是绝剑去世。他原本是男的吗？不知道。哦。去世，他很可爱。对，他超可爱的。你会选哪一个种族啊？我会选精灵的，精灵的。精灵的，精灵有什么种族？他有个音乐精灵，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干嘛的，就是白色的。我只知道黑色是守卫。对，所谓感觉超烂的，他可以隐身还是怎样？
Hello 贾鲁特，蛮励志的。风精灵、水精灵、火精灵。轻小说漫画好，漫画画哦。那个兽人。行啊。怎么又有兽人？怎么样都有兽人。兽人是经典的一种设定啊，一定会有的吧？都已经到精灵了。这里。火精灵、风精灵、水精灵，土是矮人吗？什么脸啊？有矮人。有啊，类似的。就是那个啊。工匠啊，那个谁，粉红色那个头发的，不是去当矮人的，就是去做工匠的。随便的，算了。还有那个啊，驯兽师啊。哦，驯兽师。猫跟风啊，不是那个大风有一个大姐姐。地方。不是风的那个大队长还是什么？组长长老我不知道那个赞哦，你喜欢他其实没有长相，就是出场天哪，出场的时候就哇很漂亮，但是我喜欢室内滴滴。我其实雅诗娜跟室内太抉择，哪有想要决定，想要算了，太难选了，不选了，你就当个滴滴吧。对，我刚说打什么 L，好想去 L 哦，可以飞耶！好想去 S L， 超不想去 S L。S L 还不错吧？我想去 G G 哦。哦 ，G G 哦，那 G G 好可怕、啊，你就莫名其妙就被 P 掉了。就是一些感觉很臭的人。对对，哎，好，他说的。Hello 玉安。种族。种会三个字，他是暗系是不是？风精灵、火精灵、守卫精灵、水精灵、暗精灵、猫精灵、小矮，对嘛？有哦啊，这三个是写在一起的。还有公精灵是怎样？哦，隐藏种族只有雅斯纳斯。真的很美，美到爆哎、欸！想要奥伯龙再死一次，想要奥伯龙再死一次，想要，啊，真的啦，他不可以只死一次，乞丐的 ，OK， 来就比的一屋。这三个小矮妖、大地精灵跟音乐精灵很少提到。小矮妖头小小，擅长就是矮人擅长武器制造，然后像这个铁匠就是，然后。大地精灵是吃久战跟采矿盾吧，拿铁锤那个，哎，他拿什么斧头战斧忘记了。音乐精灵是很少提都没有提过，就是会通过音乐来迷惑或操纵怪物，跟守卫精灵一样是个低人气职业。可是我记得他不是白色的吗？都没有提到过。反正不会是那个关于土跟矮的那种。就不会是我想选的。错的哟，你们赢。Hello AKB 四七，夏夏神恩， Hello. 请召唤乐山，塔克墨西哥，很室内的吧？要不然送葬的福利莲呐、啊，合法的萝莉亚嘛？哎，我不是萝莉控。切换战士的船匠，风精灵应该是最多人了，风跟火。想要水精灵或暗精灵。风精灵是可以飞的比较久的，比较快。哦，绿色哎、欸。还好。立法跟同人加起来就是你喜欢的颜色。对。可是社会精灵听起来就很烂。谢谢，欢迎。音乐精灵感觉就会住在这种很音乐的地方，对，我觉得还好哎、欸。没有想要住在这里，或者这里，或是这里呀、啊，风精灵的。但是，念榜的究竟风精灵到底怎样？第十名剩九趴，哎、欸，我、哦、天哪！暗红，谢谢暗红。第八名是新鲜柠檬，谢谢新鲜柠檬。第七名是小可爱，谢谢小可爱。第八名呢？
第八名是有嘻嘻啦，谢谢有嘻嘻啦，呜呜呼呜，喂，第六名是博成，谢谢博成，第五名是哈六，谢谢哈六，第四名是豆粒，谢谢豆粒，第三名是玉叉，谢谢玉叉，第二名是勇哥，谢谢勇哥。第一名是四季，是四季。他有。谢谢大家，明天上晚安的，拜拜。拜拜。这边下班，看爸爸台。拜拜。拜拜。我看爸爸台什么时候可以撑到什么时候。没有错。